我们要给他钱，不过我们要给他饭吃，要给他水喝，不然等一下没有人帮我们了。
已经变成过街老鼠了。
我们就把这个过街老鼠跟人民党一起把它打掉，一起把它杀掉。 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国政继续胡搞下去，我们人民在这片土地上，我们的权利在我们的手上，我们的权利没有抵押给人民党，我们的权利没有抵押给国政，我们的权利还是在我们的手上。西马的朋友，西马的朋友，在2008年3月8号，他们改变了政府，他们换了政府。 他们那边引起了海啸，西马的人其实没有这么厉害。西马的人不是自己制造海啸的，西马的人是从东马的人、从沙捞越人民的身上拿到灵感的。因为在2006年，沙捞越初选，沙捞越人民勇敢的支持了六支火箭。 沙捞越庄委会，2006年沙捞越中选是一场7.4级的大地震，所以就正好了。人民党很多候选人，我们重新进日本大地震之道。 有大地震，一定会引发起海啸，所以2006年沙捞越中选7.4级的大地震，引发了海啸，冲到西马，造成西马。2008年我们有大海啸，把国政烧下4个州的政权。 明天一定要九级大地震，以便明天之后沙捞越的97大地震能够引发比08年更大的地震，让我们下一次全国大选在全国马来西亚13个州打下来，联邦政府也打下来，民主政府，谢谢大家。